单调的风格，就是黑白为主，然后中间加一个可爱的米奇。大家知道他的动作是什么吧？就是多人。我喜欢就是常常就是 Siri 的东西都会研究一些可爱的东西，然后再。所以最近刚好有嘛？刚好有做一些篮球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哦，对的，我刚好最近在拍摄这个五虎将，是不是？对。还反对，刚好融入我最近在拍的戏，就是有关篮球，所以我觉得我穿起来这一件就是非常的适合，开心，可以把自己的兴趣跟 Stereo 还有米奇米奇为了喜欢的风格在一起。为什么你都没有讲错啊？这时候我会讲成 Special 这样。哎，希望很开心来 Special 啊，担任Special 来担任一个店长，这很好，代表你非常爱 Stereo， 非常爱 Stereo， 我也很爱 Stereo。好的。